never ever been in love until you see the starlight reflecting the reservoir. You have never ever been in love until you see the starlight behind the hope for the blind. Little pretty, pretty thieves, and you're standing on our street. The head sir was the first of the gang with the gun in his hand, and the first to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Oh my, the head sir was the first of the gang with the gun in his hand, and the first to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Such a sweet boy. Have never ever been in love until you see the starlight behind the home for the blind. You the pretty, pretty thieves, and you're standing on our street. Hector was the first of the gang with the gun in his head, and the first to the time, 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Oh my, where Hector was the first of the gang with the gun in his head, and the first to the time, 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Was the first of the gang with the gun in his hand, and the first in the time, 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Such a silly boy. Where Hector was the first of the gang with the gun in his hand, and the first in the time, 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Oh my, and he saw the hearts away.欢迎回到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音乐五四三节目。刚才听到的是1976在六九八录音室的空中现场，这是他们在向他们的偶像致敬啊！这首歌要让阿凯来介绍一下，这是一首 Morrissey 的歌是吗？好呀，最早是子乔说要翻唱的哦，真的吗？其实我们以前 Live 有翻唱过 Smith，但其实没有做过 Morrissey 哦，就是他们主唱单飞时期的歌。对，然后那一次是因为子乔在看 Glastonbury 的纪录片哦，对，看到 Morrissey 个人，对，那时候就有点震撼到哦。怎么说？你看到了什么？那时候 Glastonbury Morrissey 年纪已经大了，对不对？对，那时候就是觉得。这首歌在那个电影里很突出啊，很好听。对，然后回去就跟他们讲，说可以，好像可以翻唱看看。对，我们很喜欢 Smith。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再讲一次刚才这首歌的歌名 ，First of Gang to Die。First of the Gang to Die， 就是我们帮派里面混的最好的。那这让我想到以前夏雨那个李格弟写过的一首歌，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是啊，对对对。讲到的 Smith 啊，最近因为有一个电影上演嘛，叫做《恋下五百日》啊，好像情节里面提到的 Smith， 而且表示音乐品味很好，所以好像一下子很多年轻的朋友纷纷开始去买 Smith 的 CD 啊，现在唱片行都缺货了，好厉害啊！对，很有意思。没关系，至少他们会觉得他们买到好唱片。真的，真的，应该都不会后悔。讲到马芳还有一张 Smith 在我家，我有一张 Smith 在你家，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什么马芳去过你家？不是，不是这样的，是我去马芳家，没有。他是一个 gigs 的 The Bootleg。哦，有，我想起来了。我前几天有听，然后想说只是要买的，后来啊，真是麻烦。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还好你自首。今天1976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了三首歌，包括一首向他们的偶像致敬。我们都知道76在十年前出道的时候，大家问他们是什么样的风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所谓的英伦摇滚或者英式摇滚，那也是你们在高中时代到大学时代影响你们最大的音乐类型，对不对？讲起来，那一路走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啊，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包括刚刚跟大师兄有聊到怎么样把这个电子鼓啊，或者是这个鼓的节奏啊，还有这张专辑的 MIDI 的音色，包括吉他的线条，这张专辑有很多的小零件，它是用很复古的样子去呈现出来，但是在整个歌结构完成之后，并不显得老，也不显得旧，那个复古的东西变成一种色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东西要是放在技术掌握不到位的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会怂得不可救药，或者是土得一塌糊涂，但是在这张专辑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让我感觉到这是76在向你们自己音乐的来处在致敬，对不对？在致意。大马常常说他很喜欢80年代流行音乐，8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真正的流行音乐，是王杰啊，哦，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刚好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音乐对你来说，对你现在做的音乐，你会怎么样去把它连在一起？在叛逆期的时候，高中大学的时候，会觉得，听国语歌怪怪的，好像很怂哦。对，可是现在已经抛下那个防备了，我觉得。那个毕竟是成长过来的东西嘛，不光是音乐，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环境，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的人是蛮特别的。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对，还在戒严呢。嗯哼，对啊，而且我们还会唱蒋公纪念歌。是我们应该是就因为团名叫1976，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你们的年纪差不多。所以当第一次看到 NTV 台啊，看到国外的音乐是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原来摇滚乐团长这样，对，那个冲击还蛮大，而且那时候年纪已经蛮大了，不是小朋友了，已经高中了嘛，已经上高中了，对啊，才看到电视上有长头发的男生，对，因为之前长头发男生不能上电视，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妙的，而且1976年是龙年，人还蛮多的，对，你们是龙年出生的小孩，是我还记得有一年的那个太子龙的广告，龙年出生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了，所以你们是同伴比较多，对，我们都穿太子龙，是联考压力也比较大，联考压力也比较大，竞争也比较激烈，对，以前没有学测啊，以前没有免试升学，以前全部都是个联考，是，这个对现在80后的世代来说都是很遥远的故事了，对，所以在你们的作品里面，至少在最近的这一张不合时宜，我听到了，就像这张专辑的标题，不合时宜是一个有点自嘲的、有点有趣的一个形容词。你们选择这首歌的歌名作为专辑名称，应该也是有一些想法，对不对？还是就是觉得这样还蛮酷的，就用了。它是一首单曲哦，其实这首单曲的故事很单纯，只是借一个形象来，表达说我们自己不合时宜其实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不合时宜已经很久了，不合时宜很可爱，不合时宜很正面，不合时宜很反潮流，不合时宜很反时尚，就诸如此类。可是它其实是很可爱的歌，我很喜欢不合时宜这首歌，它很短，但是它很有意思，因为它几乎乐器就是用 bass 跟 midi 去铺。到后面出来铃鼓的声音跟歌词去呼应，是一个很可爱的编曲，但是并不显得小。我觉得短歌要做的不显得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就听一下这张专辑的标题曲《不合时宜》，这是这张专辑没有自己很喜欢的歌。听到阿凯唱一起摇着铃鼓的时候，音乐里面也会有铃鼓的声音。